是直车线哦，超瘦的。我站远一点。白裤呢，其实以前很多人不敢穿白裤，因为觉得就是很难驾驭，或是很容易脏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都完全不会，大家其实不太用担心。然后它大概落在肚脐眼的位置，所以它不会很低，也不会超高，然后也不太卡裆，就蛮舒服的。高个会变怎样？不会变怎样？超好看，因为它也不是拖地，它就是变成有点帅气，刚好在我的身上面。真的。然后这种牛仔的布料又是非常挺的，那一样白色它也没有让我有假胯宽的感觉，因为我真的是超级介意我自己的假胯宽。但是白色通常说哦，大家穿白色屁股很大，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一件完全不对。